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。中秋快乐！我给你介绍的老婆，你为啥要退货？不要问我为什么，你让她自己说。才华她长得很不错，追求者也很多。爱她永不分离，是你的承诺。亲爱的丫丫，你要听我说。那天我告诉她快要当爹了，可是她不开心，还满脸失落。我是真没想到他不负责。善良的丫丫，你要听我说，和他一起至今手都不曾摸。这件事儿真的让我不知所措，难道是买一送一，塞个大绿锅？